大家好，我是沈月，我今天想来给大家做一个我们全剧组演员出工椅的测评。这边是我们剧组大部分演员的出工椅，还有一些人因为今天没出工，所以就没有椅子在现场。因为我是剧组的那个组霸，所以我有两把椅子，这把和这把都是我的，一个是夏天用，一个是冬天用的，都是墩墩给我买的，很好用。我现在给大家躺一下。这是我的夏天用的椅子，这把椅子非常的就是你旋转，然后适合矮子用，因为这个正好人可以完全躺进去。这是我第二把椅子，它躺下去的感觉像是躺在席梦思上一样，我还可以翘在这儿。但是夏天有点热。这把椅子是王哥的，就是我们男主角王敬轩老师的椅子，好硬啊，腰也不是很舒服，但是跟他这个人气质还挺搭的，就是会坐得很板正。这把椅子是周彦辰的，这是哇，这比王哥的椅子还要硬，这把椅子又矮又硬，怎么会有这么难坐的椅子啊？太难坐了，这把椅子不坐了。哼，这是可妮的椅子，我没想到她一个1.7米的大美女居然坐这么矮的椅子，好小巧，很可爱，就是我觉得太小了，连我坐我都觉得像很小，像幼儿园小朋友坐的椅子，但是出工带应该很方便。然后还有吴宇恒和陆导的椅子，一会儿再测吧，一下子再测吧，他们两个的椅子没在现场。拜拜。我要再补充一下，我这把椅子是断货王，大家买不到的，哈哈。小红书。